人体冰壶啊，王牌对王牌第一次出现这个游戏。两队队员依次使用游泳圈向前滑行，红色区域为得分区，每局过后靠近或者停留在得分区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。行，明白了。要不然丫丫先试一下，先润润底盘。丫丫先润润底盘。哎，我们没有那什么吗？哪个？抹布吗？对呀，也得给这搓两下吧，小心跨过轴子，哥。你们能不能推啊？推我一下。可以推你啊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，谁？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不是，他不是这样推。好，行，哥。好，哎。你得这样推。他不，你看过那个冰壶球吗？就有个这样推的。给我推下去了。这样整的没用的，那能推哪儿去啊？来，一二。走，走！你完了，就在这儿了，就在这儿了。我哎，不算，它跟冰壶不一样。不是，你得让它自己来，你自己来，力度好控制。这耍帅是耍不了了。来吧，第一轮二对二，两队分别谁来？舌剪布，谁输了谁先滑。舌剪刀布，对方有一个东北从来不会输的人。冰壶这一块卡死死的。我来吧，我滑不了，我给你们负责猜吧。来吧，就一局定胜负了。一局定胜负。嗯，老手都这么揣着，有点信任吧，好吗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没事儿。第一轮哪两位选手？我们自个儿商量一下来。这个游戏的精髓在于排兵布阵，把重的留在后面有优势呢。撞别人、啊？对对，因为第一个没的人可撞，因为你不负责撞人，你一定要保证留在这个上面，而不是非得当那个眼的。这位纸上谈兵的仁兄，你先来一个来。老白来了啊！好，老白来啊！三二一，走。完了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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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，大了，大了！哎呀，大了，猛了，猛了！哎呀，猛了，老白，猛了！哎，玲，我最后压轴吧。文哥来了。哟，很长的助跑。哥，你要这个助跑啊，你直接跑那厅去了。这位选手的助跑距离已经把场地利用到了极限，他来了，太大劲了，太大劲了！哎哎哎哎！呜、哦！小腿还扑棱，小腿还扑棱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腿盘着，腿盘着，感觉圈要爆了。把它撞下去，撞下去。应该稳赢了。嗯，这稳赢了。这应该撞不下去了，感觉。谁最重？没事，我来也可以。我觉得他稳得住，他可以。他稳得住。对。你听我说，现在这样，你这次你得重了，就说什么呀？助跑，助跑。你留不留在那儿都不重要，你要把它冲下去。以攻为守。腾哥，你小心啊！我劲很大的啊！好，来，助跑，使劲，走！ Oh no！ 送进了得分区。什么呀？我的天哪！花花来是吧？努力我来，努力拿两分还是怎么样？我努力拿两分，但我不想撞了腾哥。哎呀呀呀呀！上哪儿拿分来了？行，超了。王牌家族获胜，拿分吧。不行，得再来一轮啊！这是第一轮啊！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四对四了嘛，那就得田忌赛马了，排好了。对，四对四是有点狠了，商量一下吧。那我觉得应该是最重的打头。对，你俩先上吧，你俩。
我俩，你俩选年轻人先上吧。谁先来？我们蔡丁河，看谁先来。换一个人菜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也换个人菜。小头，蔡丁河。好，你们来。这样我们就更好排兵布阵了。小头。到一半就行，小童，谁也撼动不了你的位置，就站在最中心的点，最中间。王牌家族的战术是先放一个站位虎，就是小童。哎呀，小童他不是电动的，你得哎，等会儿。哎呀我的妈呀，真拙实啊！先放一个站位虎，就是小童。我第一个来，哎，来来来，你要咋样吗？劲大了，劲大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说，我悬崖勒马。一碰就下去啊！不能，小童挡着我呢！撞我，撞我！哥，首要的是别下去。等会儿，干嘛？我还等你，我再等你一会儿。我看你自己掉下去了。好了啊，来个猛子，加长助跑距离来了。我就在这儿一点没动，这也太猛了！我跟你有多大仇啊，哥？这要给我干哪儿去啊？给你撞到那个岸上。这两步都懒得走啊，哥，真厉害。行了，该我们了。要想赢得漂亮，把它清出去，这个场地就属于咱们的了。行，我明白。丫丫来啊，好来，你就可劲儿来，我帮你挡着点就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谁推我一下？来，可以来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拦住。好。OK， 漂亮，花花先努力把这两个都弄下去。必须得撞小童了，哇！必须得撞他。我想想，给你个机会，我们就坐在上面，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我们不玩烂，花花要大力出奇迹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他要直接撞了。稳住，不要让撞下去。哎，花花，大力出奇。非常猛，我来撞花花，对不对？你得助跑，要不然劲儿不够。猛的，就如果你要撞人，就得是猛的。走了，走你！哎呀呀呀！玲姐，我们全靠你了，姐！王牌家族的最后的希望。玲姐，直接把他俩轰下去。走着，哥，我冲他俩中间那个轮是吧？可以，贪多嚼不烂。我压力太大了。来吧。嘉玲，就是速度与力量。啊！来了。
能不能守得住很关键。来吧，最后一击啊，还有我弹回来2米以上算输2分啊。放心，好吓人呐，你太可怕了。好，开始了，也该我们赢一回了，来，走走了，嗨嗨，卡米斯 go。我这么远的助跑，这么远的助跑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太可以了，这个撞到了王者之位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五个人，你们再来一个。来，亮哥试一把。幺零零。但这个机会我们有一个要求，你只能撞小童。我觉得撞俩可以。好，照样行，照样行，撞俩，撞小童。台球里边管的叫什么传球？你就撞小童。他打台球，你看。哥，你没打过台球吧？哥，我怎么没打过？可以一条直线的，不是非要侧着打。这你加一个低杆八缩回来，你就过去了。缩杆啊，你不懂吗？你不懂，我给你讲一下逻辑啊。我从这儿刚才那音乐起，我到这儿来，我撞到这儿，我双脚一踢，再借一个力把它一弹，懂我的意思吧？还带踢的呀？来，是不是？演一个。亮哥在算风速和地转偏向力。007，零零亮，蜘蛛侠，他这个来了啊！来啦，嘿，来啦，嘿！嘿嘿！是那意思，意思对。但我们还是赢了，哥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。完了，输了。你没有任何压迫感吗？没有，你坐我旁边这样。我转不到事儿，我双脚一踢，再借一个力，把它一弹。所以这个站位弧还是有作用。这站位弧就赢在最后，不就赢在这站位弧上了吗？还真是，只要不降下去就有机会。好了，比赛结束。再玩一轮吧，再玩一把吧，挺好玩的。都有这意思。斯维斯玩一轮排一下。斯维斯，谁第一个？还是小我还先。这回比上次稍微近一点，然后挡着让他们觉得碍眼。好，哥推你一把吧。这样吗？来，坐里面。坐里边吧。把脚拿上来。三一起，三。你俩推底下，我推上面。好，别推上面干嘛呀？拔得头来，推吧，推。3、2、1。哦，这个站位弧可以。三个这个力度可不是让我知道这。你最后你通过了自救。来吧，你们把它撞下去。这好撞，不要直着撞，斜着撞，只就直着撞。你准备好下巴，别给我妹妹撞废了啊。告诉你，1、2、3，走。这个就很难了，太棒了！我可坐在这儿的，你就应该斜着撞。
还真是写的多。没事，下一个他就下去了，你就留下了。来，你们出一个吧。花花，怎么弄？我跟小童堆在一起。这俩是挨着的啊。这挺要技术的。把它撞开。侧面吧。或者你不撞他，你也跟小童并排去。啊，也行。哎，还是想撞我。我们来看看花花这把的走位是怎么样的。这男的。第二把花花。来，开始击打了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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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但没过 pro 他就进去了。你俩是吧？你俩是吧？气势啊！好可怕呀！感觉亮哥要暴击了。感觉咱俩都飞到那个岸上了。看中间啊！来，亮亮，就看你了。呜呼！呜呼！哈哈哈！好恐怖啊！把它清掉，清掉，清掉，清掉。来，好，打！哎呀，我来了！也行，刘姐，我就直接撞他是吧？直接撞，撞了不拿分。我觉得是弄下去，你们自己判断啊！来了，哦，呀，哦，呀，哦，厉害！铃永远都在最后那一刻不掉链子。最后是丫丫吗？丫丫弹回两米算两分啊！我们真正的诠释了中华字典"四两拨千斤"。我觉得你们推我，对，我们推。咱们能不能喊个口号？咱就一起准备，二姐妹喊口号出去了。不是，人间大炮准备好了。来，一二，喊到三，使劲啊！啊，来，一。二，四，三，走，二，三，走。玲姐感受到了躺赢的人生。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啊？
方向偏了。哎，你们组就是个跑偏的组。赢没赢啊？回来吧。获胜的是王牌家族。我们输的光荣啊！那今儿反正就是点低。再次恭喜一下这轮获胜的王牌家族，我们的口号是：王牌家族水土不服。天空家族打到水土不服。怎么了？